你先听我解释，我当时真的以为我的腿好不了了，然后我当时又不想耽误你，又放不下你，我知道我处理的方式有问题，首先对不起。我不接受迟来对不起，那你走。不许再跟着我了，以前都是我跟着你，现在你也尝尝这个滋味。全都放下了吗？过去受的伤是否还隐隐作响？那些言不由衷说的话还想咬着耳朵惩罚，眼泪是爱之后了的回答。想问后来的你真的放下了吗？如果时间反转答案一不一样？明明心里有对方模样，却自顾自各自退场。是我不好，错过你那么多还来得及吗？有事找你商量。哦，你说。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？我被徐来拉黑了。陆芳姐啊。徐来生气了，得咱们进站自己哄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让不是人单身汉出主意，我们也没作战经验嘛。哎呀，我也不想折腾你们。那关键是你不哄好嫂子，那进站心情不好，照样得排斥我们。这个确实是，没毛病。进站。你快来坐，坐。都知道了。他们不应该知道吗？坐。你来都来了，你坐下听会儿啊。你三个臭皮匠还赛过诸葛亮？咱们这么多人一起出主意。对，没错。那个。赶紧把你们刚才想的那个主意，那个都说出来了。花，玫瑰花，999朵玫瑰花。哎，金然，你要我说呀？给他准备一个大惊喜，请他吃一整头的烤乳猪。哎，走，他不是这套。行。对了，李子结婚了，才应该让李子说。对哦，让李子说。这个，我这也没经验，我媳妇她特听我的。你歇歇吧，你白姐子。要不然，看恐怖片。徐来一害怕。往进站的怀里一钻，一吻，这个好，哎，我有制胜法宝了，哎，看这个，钢铁直男哄女友，开心大发，哎，什么东西，搞笑，这，你以为我是这样的人吗？你以为我这么幼稚吗？没一个靠谱的。
不是金然，不是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昨天想了一晚上，你生气是应该的，你不原谅我也是对的，但我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行，一个酒一个酒。说吧，不下是吗？下车。下车。我就不下车了，我在这里陪你。提出的馊主意，他自己都没来。什么叫馊主意啊？怎么着，馊主意不是主意？你要跑附中10公里？报告金振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跑步，归队。金振，10公里。加油，追！跑步，走。
徐兰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的私心用错了方式，伤害到了你。对不起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平安你就好了，每天吃得饱，睡得香，有人伺候你，没烦恼，跟我不一样。你觉得以徐来的个性，我要做什么他才会原谅我？嗯，算了，你一直陪着我，已经对我很好了。你就是我的天使。天使。嗯，都把你整理好了。姐，这可是一个季度的量啊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你这是什么？哦。这周的总结报告，我帮你做吧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抢着帮大家干活啊？不会耽误你跟男朋友约会啊？什么男朋友啊？还是工作靠谱，工作不会骗人。进来学了吗？啊，得，又白费功夫，但有一些进展。什么进展？他把我的微信加回来了。好啊，算是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功，对不对？对，追击道路长着呢，我还得继续努力。可以啊，平安，平安，你就是天使。天使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别乱碰，他是我的天使。徐来才是你的天使。好样的，平安，平安。班长，哎，
这不就是一张培训急救知识的宣传册吗？你看着这个傻笑什么呢？啊？这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宣传册。培训导师，脏。明天那女大夫来这里啊？哦，对啊，我得把衣服给熨了。明天我见她。哎，近战清朝失意，你倒挺得意的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能不高兴吗？马上就要见他梦中情人了。你俩待会儿别在臧轩面前瞎说啊，别把人家姑娘吓跑。瞧你紧张的，就这点出息啊？啊？彻底沦陷，没救了，废了。秋，你来了。我现在是你培训导师，叫我张医生。啊，张医生。哦，这是我今天早上特意为你准备的包子，你吃两个吧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你吃两个吗？我这样没吃。哎。嗯，好吃。那我们进去吧。走吧。你们作为消防员，通常都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。在面对危急患者，救护车没来之前，你们要掌握更多的急救知识，才能帮他们多争取一份活下去的机会。那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心脏复苏、人工呼吸，这项你们应该都不陌生吧？但在急救中，这是最常用也是必须掌握的。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，我们用仰头抬下的方法打开气道，监测脉搏，没有脉搏，没有呼吸，进行胸外按压30次。接下来就是人工呼吸，在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呼气要持续1秒以上，保证有足够的空气进入到胸廓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实践指导，谁愿意来扮演一下急救对象？我愿意。就你吧。突然对我态度这么冷淡，咱们不是接过吻的吗？啊！你今天和刘旭还接吻了，你怎么不找他去？那能一样吗？我又不喜欢他，我就喜欢你。陆芳琪，你总是说喜欢我，你了解我吗？我们才认识多长时间啊？你张口闭口就说喜欢，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喜欢的是你以为的我，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我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喜欢真实的你？你都没让我了解过，你就妄下定论。你是不是真的想了解我？嗯。
小姐来了，今天喝点什么？老样子，一打冰无二，你要来杯橙汁。OK， 稍等。你跟他们很熟，你是不是今天来这里啊？我可不是你心中的小白兔，姐姐，我不吃素的。我不喜欢小白兔，我就喜欢不吃素的姐姐。小姐，酒来了。谢谢。哎，酒都着火了，别喝了。怕了？我才不怕呀，我天天救火，我怕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火不可怕，但酒很危险，喝了酒的姐姐更危险。保护你，这些找你喝酒的人都对你图谋不轨，没安好心。没安好心的人是你吧？你没让你保护我呀？我是主动保护，自费上岗。美女，哎，你干嘛？这么小打肩膀，打我的呗？神经病吧？吃醋的样子挺可爱的。我没吃醋啊。头遥望，有一束光把夜空照亮，落在肩膀是你许的愿望。在我身旁，你的目光炽热的流淌，能不能给我你的手掌？ Because I love youI miss you, I need you。 追光的人总会在某刻停留，拥抱着心跳依旧，一直守候在你的背后，是我被你照亮。你刚才怎么突然就跑了？